天天的这个强项。对，下面就是意大利的名将马特里佐啊。这名选手整个的这个风格啊是比较偏浪漫优雅的，跟意大利人所骨子里面所流淌的这个东西也是有很大的关系、啊、有代表性的。对，虽然有两个跳跃的落冰不是非常的好，但是全部都成功了。相信李佐的这套动作成绩应该不低啊。对的，肯定是高过我们的齐博洋的。这个欧锦赛的第三名啊，欧锦赛的铜牌得主。哎，其实在整个欧洲来说的话，整个单人滑的这个水平在世界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，现在的男子单人滑的这个世界的分布一般是像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，还有这个日本，对，日本。那其实欧洲还相近几年相对弱一点，因为德国和意大利、法国这些近几年没有出特别特别好的运动员，男子单人滑运动员，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其他项目，比如说冰舞啦、这个双人滑，这个这些运动员会出来，包括意大利的之前的世界冠军也女单的。那男子单人滑近几年欧洲是不是很理想？那现在近几年成绩比较好的滑，这个比较突出的运动员，一般都是亚洲的面孔。
像李佐这样水平的运动员，其实在欧洲也是挺少的。嗯，是的，近几年的欧洲水平都不高。俄罗斯近几年也没有特别特别稳定的运动员出来。意大利的本节目得分是87.76分啊，也是创造了个人的一个最佳短节目的成绩。是的，因为他这套动作完成得很干净。也没有什么争议的，目前是排在第一了啊，领先第二名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选手还分数挺多的，小10分。就是要看俄罗斯这名运动员。